怎么才能证明物质的存在？我们的触觉有时候告诉我们有一个东西，但我们的触觉告诉我们的不一定是真的。我们的视觉告诉我们的也不一定是真的。听觉告诉我们的也不一定是真的。接下来发生的所有的事情跟这个声音有关。当的声音没有了，那就是硬币也不见了。嗨哈喽大家好，我是凯提，请贵姓？姓梁。梁先生，现在我给你变一个比较好玩的一个魔术，这个魔术呢其实是跟声音有关。声音 ，OK， 用到的东西特别简单，只用到这四张扑克牌 ，OK， 有红心，有黑桃，还有梅花，还有方片，每个人都会有自己喜欢的一个花色，你也有吗？有吧，对不对？好，现在这样子啊，手伸出来，一张、两张、三张、四张正面朝上的牌放在你手上，另外一个手盖住，对，不要动，你心里面想的花色是什么花色？红心，你确定是红心？对。好，我说过这个魔术跟声音有关，那当然我也有一个发出声音的工具，仔细看。每当声音出现的时候呢，就会有一点点的事情就会发生。有没有感觉你的手上的扑克牌有一点点的变化？有吗？你确定？好，慢慢的把打开。然后呢，对，展开可以给我们看一下，哎，就会有一张扑克牌是反过来的，对不对？就是你刚刚想到的红心 Ace， 好吧，看起来很简单，那我们就再来一次吧 ，OK， 再来一次，四张扑克牌。现在我们要做的事情特别简单，一张、两张、三张、四张扑克牌放在这里，另外一个手盖住，对，盖住，不要让我碰到 ，OK。我说过，每当声音发出来的时候呢，就会有一点点不一样的事情发生。听到声音吗？听不见就对了，因为铃铛的声音不见了。手打开，那你的红心 Ace 也跟着不见了。